现在退退退退退。You might need these. 清明上河，转头看了我好几秒，才把药给我。因为我很怕我爱到昨天，然后你就自己吃。不要看，清明上河转头看你，然后吃药。好快哦！趁布莫来之前，罗德一直那样按在那边，我靠，他在那边看到。枪决。干那舞池是不是？怎么那么多人在跳舞？两岸前面人都没钱了。我要看吴代长怎样，我看一下吴代的灵统。你就紧绷大师啊！真的假的？吴代的灵统很紧吗？他紧身、啊。我不是说屁眼，我是说看那个人家的资讯，《真三国无双六》玩家点评游戏十大美男 ，Number Seven 曹丕。曹丕，你要说曹丕为什么很好笑？对，曹丕感觉智商很低。看，第一名是赵云。屁 game 不是赵云六代高马尾啊，真的很丑。我真的觉得高马尾就输了，高马尾先输一半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这张，看吴国整个烧起来是怎样？不是，你看孙坚，孙坚。哇，要奶好大啊！干不是啦，瞬间那个是风太大，所以看一下黄盖啦。黄盖谁管他？他六代七，他六代七，黄盖黄水彩笔哦，水彩笔。哎，这一代的周瑜真是丑到爆开。没看到那么丑，高马尾啊！我就说了，高马尾先输一半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孙权，孙权在哪？你不能说高马尾都输一半、啊，林统那么帅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这张看起来很像卖气。我发了一张图、欸，哎，等一下。又是这张凡呢、欸，干！我真的好喜欢，干！这很久之前不知道谁，好像就是你啦！他妈，你又丢出来，干！我也奶人大哎、欸，很大啊！所以司马昭之心，人尽皆知。你出春华啊？Life 超雷郭嘉跟一个 C 跟一个人的 CP 谁？贾诩哦，他叫贾诩吗？还是贾什么？贾诩啊，我也雷这个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比较像那种伙伴，对，患就是共患难那一种、欸。哎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没有到 CP 的程度。而且我跟你讲啦，在座的就是他们那边全部都是曹操除啦，没有人在 CP 的好不好？啊，黄盖跟那个周瑜也可以啊，亚梅咯干，可是那个什么练师一出来，周泰的戏份，周泰那个跟孙权就没什么激情的。虽然我不讨厌练师啊，我也不讨厌他，但是对他无感。他奶子很大哎、欸，对他奶子很大，他的奶都跟他的头一样大了。他奶的头，他奶比他头还大。他奶的头。非超累，他每次很多衣服都要在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章字。他怕衣服不见了。想当女朋友的第一名是饮品，你不怕被他打死吗？哎、欸，我老婆的衣服也很可爱、欸。夏侯姬对不对？而且他是一次私下外出采巧采石，偶遇。我成为妻了，为什么是你啦？张飞，偶遇张飞，然后嘞，就变成他妻子啊 ？Why？ 哇！看你连霸王硬上弓是不是啊？黑茶给你找呢？他说几乎不出外、欸，被视为掌上明珠，个性内向害羞。啊，我出个门我就捡到宝、欸，好爽哦、喔，好可爱哦、喔！看你一定是强奸人家。
屁干的，干你一定成龙人家对不对？不是他哈，因为我想说既然关羽的小孩就是他的小朋友们都这么帅啊，然后这么正，应该是就是妈妈基因很好吧，就是其实关羽也长得蛮帅的啊，张飞的小孩也很帅啊，你在讲什么？对啊，张苞最帅了。你他妈的可是你不帅啊。关心上帝，我觉得不是很好看，好奇怪。你说八代吗？对啊，其实看久了，我觉得还好啦。就是 我觉得没那么 man。哦，他刚开始出来是花美男，他现在也是花美男，但没那么 man 了。可是我觉得他很壮哎、欸，他整个巨石强森啊。可是巨石强森脸也很 man。干我牙齿撞到麦克风！你去点一下魏国的那个人物介绍，你去看一下第二排的第一个。我在里面的。你有看到典韦吗？他好像很满意自己的发型。哎哎哎哎哎，典韦也不收敛嘞。谁要出典韦啦？收不收敛呢？而且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他日常服长得好像巨石强森。我们居然可以在无双里面有幸见到一位好莱坞巨星哎！每次看到徐晃就是小罗德。徐晃，你说修女吗？嗯。哦，为什么啊？因为好像是之前打六代哦，然后罗德就说徐晃的斧头有用哎，你打人的时候他会粘在那个上面，我就死了。我就记到现在。我以为你要说长得很像之类的。对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长得很像的是那个毛怪的表父。